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位告白者的告白故事。我叫冰冰，今年十岁。在我四岁的时候，我伯伯告诉我，我其实是深圳出生的。伯伯说，那天早上，我爸爸从工地下班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个小女孩哇哇的哭声，爸爸跑过去一看，纸箱里面有一个全身通红的小女孩，被丢在脏兮兮的地方。那个女孩就是我，爸爸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找我，就把我带回了家里。伯伯说，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快点懂事，因为爸爸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我想告诉爸爸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会洗衣服炒菜，我会自己写作业，会自己背着书包上学。爸爸，你不要丢下我，我要您看到我长大的样子。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这位幼小的告白者。叔叔好。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大丁宁。那你今天到这儿来干嘛？爸爸不要我了。爸爸让我找个好人家。爸爸找一个好人家？我不愿意。你是不是惹爸爸生气了？对的，爸爸说是要送去，是要不送去。我说我打死不去，爸爸就生气了，就不理我了。我看你在这里边，你好像什么活都干，做菜、洗碗你都干。你每天是上下课都自己一个人吗？对。自己一个人回家做作业？是的。啊，你几点钟起床？6:40。6:40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做早点。做早点？做谁的早点？我和我爸爸的。你每天都做些什么早点？面，有的时候来不及，所以就我去买几个包子吃。放了学之后你又干什么呢？放学之后我就回家把作业写完，写完作业就买菜煮饭。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吗？是的。你吃过肯德基吗？没有。现在10岁的孩子平时过的是什么生活？他过的是什么生活？谁家里要是有个这么样的小孩的话，那开心死了，怎么会不要呢？因为爸爸对病的。爸爸病了。嗯。爸爸得了什么病？肝癌。肝癌。嗯。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和爸爸一起去医院，我听到的。那爸爸在没有病之前对你好吗？好。病了之后我爸爸就对我没有以前那么搭理我了，就没有那以前那样对我说话。你有妈妈吗？没有。一直以来就是爸爸。你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是不是想要告诉爸爸说不要把我送走？是的。你跟爸爸在生活当中这样说过吗？有过吧。他怎么说？爸爸说他得病了，是迫不得已的。那既然爸爸没有能力，没有健康的身体来照顾你，把你送到好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因为我爸爸正病着，没人照顾他。爸爸一个人在家里会孤单的。戴哲博10年前收养了被父母遗弃在街边的女婴，取名冰冰。为了让女儿过上更好的日子，戴哲博将冰冰交给亲戚，只身去到长沙工作。一次意外，戴哲博失去了双眼。虽然戴哲博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冰冰的成长，却一直在用生命呵护着这个捡来的孩子。世事难料，2013年，戴哲博被查出患上恶性胆囊癌。为了女儿的前途，戴哲博通过当地媒体寻找合适的人家收养自己的女儿。
新闻发出后，很多好心人联系戴哲博，希望收养彬彬。自从家里不断有人来谈收养之后，戴哲博日渐冷淡相依为命的女儿彬彬，是因为戴哲博找到了合适的人家，要故意冷却这段浓烈的亲情，还是因为戴哲博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面对相依为命十年却很有可能马上成为别人女儿的彬彬，父亲戴哲博会来到今天的告白现场吗？你喜欢爸爸吗？喜欢。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吗？想。但你将来还要出嫁呀。我可以把他一起接到那，接到我娘家去，一起接去。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在哪儿吗？不知道。你想见他们吗？不想。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丢下我。如果你发现你没有能力爱你爱的人了，比如说他用他父亲，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了，也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眼睁睁地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家去抚养，而自己只能有孤独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他的这样的做法不该被理解？除了这个办法，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女儿也不想离开爸爸，爸爸也不想离开女儿。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是需要生活上照顾的原因，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责任，应该有一些公益组织，包括我们所有的人，给他们一些关爱支持，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让他们骨肉分离啊。你希望待会儿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帮你？让叔叔阿姨劝我爸爸别把我送走，这让人听得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但是也一定要告诉他，就这样一个女孩，就连我们看了都难割难舍，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我们待会儿帮你，好吧？谢谢。我们待会儿站在这儿，来，站在这个按钮旁边。如果爸爸今天来了，但他还是坚持要把你送给别的人家，你怎么办？你是去还是不去？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离开爸爸。倒数五个数，看看彬彬的父亲会不会来到现场，好吗？五、四、三、二、一。慢点，这里有个台阶，把脚抬起来。哎，戴先生满面的愁容，您知道今天来是干什么呢？我今天来是带了一对夫妇，是无论如何要把他送走的。我现在不行了，不做手术，只能活到两三个月。做手术的话，也许会死。也许会活下去。你现在能长久的站着吗？要不要找个凳子让你坐一会儿，好吗？站不了好久。来来来，拿个凳子给他坐下。来，你坐下。好，谢谢啊。你最近老是不理彬彬，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身体也越来越不行。到那时的话，如果是分开的话，会很伤心的。现在还早，不理他这个还好一点。戴先生，今年您年纪多大？今年46岁了。你结婚了吗？我接到我的彬彬以后，我那个女朋友就不准我接，看上去挺可怜的。我说要带，后来我女朋友就跟我分手了。分手了呢，我是到现在是一直没找到老婆。这个小孩啊，我看见的是，那可爱的样子啊，让我又有温暖，又有幸福啊，又有快乐啊。到他读书的时候，他回家了，爸爸，我回家了啊，我今天搞了一首歌
唱歌给我听，那个是真好开心，有快乐的。我走了我也没关系啊，只有很开心。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冰冰送给自己的亲戚呢？亲戚都有，都有小孩，亲戚也在那个农村里啊。我是我小的话送到那个城市上面，让他过上好日子啊，快乐的成长。现在有家庭愿意收养他吗？有，是有好几户人家到冰冰不想去，我们家乡带来了一位夫妇，他来无人很老实，一了没儿子，二了没女儿，做事呢各方面都很认真，我想把他送给他，为了他的健康成长嘛。爸爸别离开我。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听爸爸的话。不会哭啊，听妈妈的话。戴先生肯定经常被别人问过，你老婆呢？你没有老婆你怎么会有孩子呢？没准很多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质疑过戴先生，觉得他一大老爷们带一孩子莫名其妙，会有一点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为什么不结婚等等等等。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和实际生活当中的困难，他都跨过来了，现在这有跨不过去的坎儿，这些困难我都可以改变，所以这个做我的天使一个钉子，我真的不敢想象，也改变不了。无论如何，今天既然来到了告白的舞台，我们就把这个权利给冰冰，啊，问题怎么解决，不是你应该考虑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和全社会应该考虑的。你待会儿你有什么话想跟爸爸说，无论爸爸做任何的决定，你想跟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说什么。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和爸爸，就你们两个人，你想对爸爸说什么赶快说，好不好？接下来是冰冰的告白时间。爸爸，这是我画的画，我希望有个完整的家，你没有你爱我，没有别人的妈妈，一切不懂事，不要你找妈妈。其实有个妈妈也挺好的，能看护着。爸爸，我爱你。爸爸，不要离开我，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我这我也不是一个男孩，那么听话，这是没办法的事。对，爸爸不，并不是不想离开你，还是为了你的健康成长，可以把你送到人家家里去，还是你会以后会不幸福的。但是你怎么办？没人照顾你。你听爸爸的话啊，还是听爸爸的话啊，但是送到叔叔家里去。不去。去。不去。我去啊，送到叔叔家里去。不去。不去，爸爸送去啊。不去。爸爸就送去啊。假如是我，我会带着这个女儿，走完我最后的一生。其实他从出生时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了，他刚出生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有爱心善良的您收养了他，可是如今十年了，我知道可能对您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不是说逃避，咱们可以一起面对，跨越过去。就是大家能不能帮一下忙，我劝一下冰冰啊。我不去。
都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可以吃饭、洗衣服了。洗衣服你就洗了衣服了吗？你那么早早等事了呢？等事了，爸爸把你送出去。啊，等事你到人家家里，好好的听话，好好的读书。就去啊，去。不去，不去。不去，我不理你啊。不去。谁也骗不了他。那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和冰冰依然在一起，但又可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你还会冷淡冰冰吗？那会考虑一下。哎，冰冰，我们有点事跟你爸爸说，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来，老戴。嗯。我说句现实点的话，就刚才你们俩抱在一起说的那些个话，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我敢保证全国没有一家父母会收养冰冰，不忍心呢。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他只能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他收养你就等于是硬生生的拆散你们。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对，你说你谁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硬生生的要把一个收养了十年含辛茹苦为了孩子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把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拆开呢？没有谁会这样做。那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啦。你自己很愿意，没有一个人敢接手，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冰冰在自己的家里不会快乐，而且他已经十岁了，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他做了很多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儿。我确实也舍不得离开他，他确实也很多事。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儿，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她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她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她是主动的。她的心智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她的心思很重。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的之间拆散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他不会快乐。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家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来谈这么残忍的事儿。我现在就再问问你老戴，就是这一条路了，前提条件就是你跟冰冰不分开的情况之下，别的什么都好谈，你能不能答应？因为不是我要分开，因为是这个是自由的切实逼着我们分开了。待会儿我会让你自己做选择，这里有一个按键，按开之后门后面就是那对要收养冰冰的夫妻。如果你要是把它按开了，冰冰就会跟他们走，如你所愿，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我觉得这个门就这十年前你把那个纸箱子打开的时候那个门是一样的。十年前你选择把那个纸箱子打开了，你选择把冰冰带入到了你的生活，今天你可能又要面临一次选择，你把这扇门打开又把冰冰送出自己的生活，是否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最后的选择权在你。是要把他送出去的。来吧，来，我们站起来，来站起来。因为我实在是分不开的，你不可能。我一离开他，我会感到更，死得更快。那怎么办呢？为什么就这样？我根本再也看不到我对面的我。你还愿意做选择吗？还是放弃这个选择？我们这样，我们给你一段考虑的时间，好不好？如果你摁了这个按钮，门就会打开，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把冰冰带走。摁或不摁，你自己选择。你考虑清楚了，你就可以摁前面的那个按钮。我相信会有好的人家、善良的人去收养他，而且允许孩子过渡，慢慢的给孩子时间。就还得陪你走到最后吧。亲情，他怎么可能说
就挥剑断情，两个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觉得这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你们这一段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情，让我特别的有感触。那些不孝的子女，抛弃自己的父母，不去赡养他们，让他们沦落街头。我真的想让他们到这个现场上来看看，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亲情。他们真的应该向你们去学习，真的。精锐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如果你摁了这个按钮，门就会打开，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把冰冰带走。我肯定分不开的，我真的分不开的。让我曾经见一回面，我真的又疯了，我肯定我疯了。爸爸没离开我，我离开我，我离开我。只要你做好了选择，不再跟冰冰分开，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你认为呢？爸爸刚才没有做出选择把你送走。如果有这样的夫妻，或者有这样的爱情人士，愿意资助他却不收养他，还让你们在一起，完整保持你们自己的生活，可以吗？可以，谢谢，可以了，谢谢大家了。冰冰以后听爸爸的话啊，给爸爸万一不行了，他就死去了，你再跟人家走啊。冰冰，听见了吗？听见了。你是不是要比以前更乖？会的。其实我对他也没什么好多要求了，他已经做得够好了啊。那接下来是我们媒体的责任。我们媒体该做些什么，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所以你也不必担心，好不好？我跟你说啊，冰冰啊，爸爸已经说了不会不要你，那你以后也别老哭，你哭的话，爸爸就会跟着你，你说呢？以后要少哭，多笑，否则的话，你要是一哭的话，爸爸的情绪会被带走。好不好？好。扶着爸爸回去吧。十年前，好心的戴哲博收养了女儿冰冰，至今未婚。现在他拖着重病，还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想将来临走之时能给女儿留点什么。纠结了一年的戴哲博终于放弃送走冰冰。失去双眼，如今又陷入绝境的戴哲博，终保持着整洁的外表和男人的尊严。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位父亲早日康复，也期待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加入帮助戴哲博与冰冰的队伍。